这个力量看一下，摆动的整个步骤啊，它是从哪里开始啊？从踝关节开始，踝关节传递给膝关节，膝关节传递给腹股沟，腹股沟传递给肋骨，最后形成身体的倾斜。来看一下这个步骤啊，我稍微离得近一点，我的重心如果站在这儿看啊，我第一个位置是踝，你看一下我这个脚踝，现在我足蹈点是平行的啊，平伏的，我的足蹈点看，我的踝关节开始向里驱动了，看到吗？当你的踝关节的力量用脚内缘驱动向侧，向一侧的时候，你的膝关节会怎么样？第一个位置啊，这是第二个位置。好，当你的膝关节发生改变的时候，你看我的整个腹股沟和髋关节的位置会发生什么？上下，看到吗？它会发生一个自然的上下变化，会发生一个自然的踩下去的一个缝降机的一个变化，缝降机向斜后去驱动。然后当你的缝降机开始向斜后驱动的时候，你的肋骨是跟着缝降机，你看，一起去驱动，一起去驱动，它是整个是一个整体性。最后怎么样？我移动到重心去做了一个倾斜。我还是说啊，这个你用一节一节去想，踝、膝盖、腹股沟、髋、肋骨、肩膀，最后把头留住就好了。这个是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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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递上来的。那反方向是一样啊，我通过我的右脚踝关节改变，膝盖改变，腹股沟改变，肋骨改变，肩膀改变，头改变，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弧线线条。我们连续做四次啊，内圈 and 一二三 and 二二三 and 三二三 and 四二三，这个是一个内圈的一个摆动。